你今年多少岁？26岁。有车吗？有一辆保时捷。有房吗？在北京有2套房子。这些都是你怎么来的？当然是靠我自己想象出来的。关掉美颜，关掉滤镜，关掉瘦脸，这种被打回现实的感觉真的好残忍。小姐姐听说你单身，那我能撩你吗？要说些甜言蜜语和小套路吗？小姐姐听说你单身，那我能加你微信吗？我想要给你我的汗汗汗。我有一点小肉肉的身材刚刚好，我有一点小放肆的尺度刚刚好，我有一点小心机但对你刚刚好。哥哥哥，别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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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一笑我就垮掉，心扑通扑通乱跳。小哥哥，你那么温柔，还会单手投球，那你会不会摸摸头，摸摸头，摸摸头？哥哥哥哥摸一下，哥哥哥哥皱一下，哥哥哥哥皱摸一下，来吗来？小姐姐听说你单身，那我能撩你吗？要说些甜言蜜语和小套路吗？小姐姐听说你单身，那我能加你微信吗？我想要给你我的汗汗汗。是你们学校。我们这儿就比较无聊。啊，不是，觉得你今天怪怪的。你最近挺忙的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。哎呦喵喵喵。